管六度数，哎呦，这是安怎？啊，这敢不是杨康泰为领导打造的财产？这是杨康泰准备要害我们林家。哦，想不到，啊，这杨康泰一世人用心计较所得到的财产，啊，怎么竟然良心发现要害你？算讲哦，要淡薄仔良心。对啊。啊！即马康泰甲天才企业股权行李啊，你有心拍算？啊，前两天吼，我有跟爸爸联络过啊。我爸爸讲，这件代志要让我全权处理。哦。所以，我想要将这份证书交你。交好我。我希望你能带大家，搁再回来阮天才企业。啊，天才企业是恁爸爸的啦。啊，国宽怎嘛应该交予你这做查某囝来还？我是外人，我无可能啊接这重担的啦。世文，我第一生你就拍拼这么久，我真正足忝的。我嘛无想要搁再管公司的代志，而且我嘛知我家己不是钱做生意的卡小啊。还够有信用啊？你用的高好姓张来还？世文，你嘛知影即卖姓张的心情，因为着家己的身世、甲感情的问题，都已经不干不啥啥。伊敢顾迄个心情来处理公司的代志？世文，天产企业是伫个手头失去的，所以我希望这边予天产企业重新搁再站起的机会，交予你，请你答应我。世文啊，我嘛认为讲哦，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等你天才重新出发，证明你的能力。世文，你厌恶都认为安尼做是对的，你还搁在丢毒啥？秋萍啊，你嘛替我讲一下话嘞。大总经理，啊，你是想要换一间较大间的办公室，还是这个位想要换人来坐啊？你讲着一半啦，我怕三要将这个位交换地出来。你阿在讲是啥意思？我咧讲够无够白啊？我这摆已经将天才那边的高管刘董事搞定了。你哪会安尼做？董事长若无我跟你斗三工，你敢有法度坐到即摆这个位？你袂用的无经过我的同意，都把咱千辛万苦才夺到手的天产企业，害予林品玉，你是咧起笑是？我不是咧起笑，我是良心发现，这本来就不是我的物件，我即马内走，只不过是将这物件交予伊的主人尔。你无看你安尼做。是阿诺无这权利安尼做。无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耍笑啦？我替你拍江山呢，啊！你即摆双手甲捧去害人，
那你我是算什么啊？你看卖你啦，心内只有怨恨，情不断，你还讲唔敢？你安尼过日子，日子才会平静，爱你的心才会快乐。<笑>我即摆是听唔对无啦？ 你感觉阁是以前迄个尤康泰？我唔对，我感觉是尤康泰。哼！咱人踮咧这个世界上，值得去争取的，唔是金钱，唔是权势，是人甲人的情，也够爱。 伊有康泰是一个龙心狗戏呢，做的拢是禽兽不如的代志哦。啊，他即马会晓讲人话哦。我甲你讲啦，禽兽安怎算哦，也是禽兽啦。真心阁安怎过吼，都是无法度变成人啦。 其实命运是当选择的，你敢有必要将你家己所得的怨气家己揽下来？你若双手掉掉，你就无法度去接受别人。再像我呢，我即马就选择放下，因为我发现着比坚持。 也搁比关系搁较重要的物件，迄就是亲情。唔错，但你是巧巧人啊，你敢无感觉到，自从你掠着你想要挃的物件的时阵，你敢唔免失去比以前搁较侪物件？你敢无后悔过啊？哼，后悔。 我是要后悔啥？感情的成败落伫咧别人的手头，敢若有金钱甲权势，这是我家己有法度做主张的。尤康泰，你莫阁是讲你放弃找，就当得到你想要爱的亲情。我即马就会当甲你讲，你一定会失望，而且会失望甲非常的彻底。喂。 我绝对袂失望，我即马若无安尼做，我是真正后悔。你莫伫外面头前假仁假义，讲到喙干断破。天灾起呀，唔是你一个人的，我嘛有一半权利呢。你袂用安尼大肆大意，都要将牛都互恁配哦，我绝对袂同意啦。明珠，你做着放心啦，我会提一个补偿你。也唔过我真心希望。 你若好好找一个查某人，都归你的天性。尤康泰，你需要我的时阵，你就利用我；今嘛无需要我，你就要拿他来变起啊！哎，明珠啊，这世间所有的好处，拢给你一个人占去啊！我跟你讲啦。 无我的温存，你绝对袂用个天才去害了你妹哦！这个位你无想要争，我要争。明珠，明珠，你卖账！ 真可惜，差一点嘛，我就搞笑。姚总，你来。你还够神神坐伫遮哦，我若是你早都掠戆啊啦。是安怎？因为恁爸爸要把规个天神企业拢搞好兴趣。真实的。当然嘛，真实的。我头拄仔吼，搁为着在甲恁爸爸冤家哦。哎，姚总。 我实在替你感觉足可怜的啦。
这天山企业是我跟你爸爸联手为林家遐抢过来的哦。搁看怎讲啦，我嘛有一半的权利呢。哼，想袂到，我煞连想要替你争取权利的机会都无。哎呀，我实在是想无啦。啊，恁爸爸吼，想找新官来，敢那有性冲一个人，竟然搁想要把所有的财产拢分予伊呢？哎，他未出性冲哦，真是伊的好心啦。啊，你杨耀宗都唔是，啊，性冲伊就是太出名，啊，你咧就是去吃命啦。可，实在太可。啊，但你多只受气，受什么路用啦？无得靠你也未气煞吼，人杨家一切拢是性冲一个人的啊。哎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找阮老爸理论。哎呦，无路用啦。啊！我头拄啊，才为着要替你争取权利，甲伊有时讲较无烂呢。你认为你甲伊吵，敢有路用？敢讲我着爱目睭金金，看林信忠抢走原本是我的一切？当然嘛，毋是。这着爱用一挂头脑。你上来慢吧。多谢。等一下收了。什么代志？佩玲啊，想讲你是查某人，你应该比我更加了解查某人才对啊。啊，彩华姨，你真正想要听我的意见？嗯。那呢，就回去找彩华，把代志问我清楚。我相信彩华无可能甲姚总学别来。啊，不过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而且彩华也已经酒醉了。信聪，你有心想要把婚姻扳回，我相信彩华嘛是同款。那无桌仔顶免了有鲜花、蜡烛，还佮有洋酒，这就表示彩华咧等你倒转去啊。就算讲彩华真正有甲姚总学袂来，伊嘛免紧伫家己的厝内啊，厝内底佮有恁请的人，还佮有恁妈妈呢，倒一个查某会讲我这个型？静聪，你真正误会彩华啦！趁即马过户，紧转去啦！给，多谢。啊，对啊。你要创啥？要花钱哦？我未收啦！你莫以为阮即种查某人目睭内敢若想要提钱哦？不是啦。是讲我带来的麻烦你，我的情绪就亲像导播所同款，不时拢倒在你家，浪费你真侪时间，而且常常在这吃，啊林家比。好啊啦，咱两个虽然是伫酒店熟识，啊，不过你跟我熟识人客完全拢无同款，你袂开来手来跟我吃豆腐，啊嘛袂要求特别服务啊。我只是听你讲心事，这嘛是一种享受啊，一种好朋友互相讲心事的享受。凯莉，希望咱能当做永远的好朋友。无我等你甲彩华讲，唔通失去伊哦。一个查甫囝秘伫查某后边，敢会笑死人？你有啥物代志？你要找我？无唔对，就是要找你。你是要好啊跟阮行，也是要用强的？到底有啥物代志？你免问较济啦。好，我对恁行，但不过你袂对伊不利。我起来感情也袂歹。信聪，你先。快点！信聪，信聪，你若是敢报警哦，我绝对会过来找你的。尤康泰，看起来你真正下决心啊！
你来对我好啊。秘书，这钱是我对你补偿。我跟他计得这点啊钱哦，明珠，这钱有够你穿好、食好过一世人啊呢。好啦，这张我先收起。这钱哦，就代表你这阵啊糟蹋我辛苦的代价啊。啊，不过天灾起呀，还天灾起呀，那是另外一件代志。明珠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问到重点嘛。我要爱这间公司，天成企业。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高官娘大叔，我早就给屁用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别跟我讲无可能啦，你袂去世事多变化的道理啊。你这句什么意思？你敢无想要知影，我是安怎讲无可能？嗯？喂，爸，你愿意听我讲话还是？姚总啊，啊你即马甲你明珠到底是咧比啥棒？你即马人伫倒？我甲信忠伫咧四家庭。什么？你甲信忠斗阵？你敢来也要想信忠？这是我最后一摆问你，你到底是要爱信忠，还是要我这个囝？姚总，爸爸唔早就跟你讲过，你两个拢是我的后生啊。那呢，你心目中还佫有我？哎，当然是啊。好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姚总啊，你现在是爱爸爸安怎证明给你看啊？甲天长起个教我，证明讲我是你唯一的继承。袂用急啦，但梁道士我已经交予信昌伊妈妈。为什么只有信昌有资格通去继承你的事业？我都无诶。既然你选择信昌继承你的事业，就证明讲你心目中无我这个囝。安尼到时阵，你就莫怪我做出什么代志。哎，姚总啊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信昌还未出现以前，你是我一人的老爸。我无允准信昌抢走我踮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姚总，我警告你啊！你千万唔去伤我的性枪哦！还是你逼我？除非你保证，干那我这个后生，赶快当继承你的一切。你做好看，你做好看。姚总，爸爸给你拜托你，你较冷静的好不？你千万唔通去伤着性枪，你所要求的爸爸拢答应你好不？我等你证明给我看。爸，我等不等你个教？你若无来，到时阵你就可能剩我一个囝。喂，好啊啦，唔免话啊啦，手机啊还我啦。哎，叶秘书。你的心肝真正是够浓的。这兄弟啊，小三吼，你这个做爸爸的，心内一定足艰苦的吼。这款的比较，跟你以前对我的伤害比起来，还阁伤轻啊啦。你以前安怎对待我？为今仔日开始，我会加倍恨你。叶明珠。你若要对付我，你要针对我来，唔通去杀了我后生。哎呦，你袂记你以前讲过哦，为着目的，就爱不择手段。我只是用你以前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你啦。安怎？安尼你都袂肯一啊心？啊，佫差不多两三点钟，天都要暗毛，啊，佫徛伫遮哦。啊，佫唔紧去甲问题解决。你就等你把信昌收死啦，吼！有空海，
即马就要换你来接招啊！吼，我早就讲过，这个位吼，早晚是换我来坐。爸，你讲咧看卖公司哦？怎话？我们来倒款呐。哎，好。是不是咱公司业绩好，要换他大金的办公室？不是啦，伊定不相信。咱要搬登去天台去啊。干正事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是真的啦，阿英哥来要到天台去啊，许恁配个阿姨啊。我敢有听唔到啊？杨空台用卑鄙的手段，甲天台企业抢走了后。你哪会突然间良心发现，把天山企业幸福屁坏？这其中吼，一定有甚么缘故。本来我嘛唔敢相信，不过伊真正有写一份高权的牛头书批约。奇怪，杨凤泰哪会突然间变一个人？这应该是为了心胸啦。杨凤泰吼，希望讲伊的改变能感动心胸，和心胸联系的办法，这就是亲情的力量。谢伟，洪太，阮才讲到你，你人就来啊。谢伟，我听讲屁哦，已经是刘同事搞好你啊，是。阿弟，你都没来吗？喂，你后悔啊？我就知嘞，你哪有可能将你用心计较送给天长气啊？遐尼简单，还屁话！我是真心想要将股权留予屁话，要唔过我即马夸张啊！哼！杨光凯，你应该是愈想愈唔甘，对？杨。但是你想难的，我真正有困难啊！困难？是啥物困难？我即马袂用讲的，西北，拜托你，刘律师教我好无？这个，多谢。阿伯提醒，天赞企业本来就唔是你的，早晚。阮会甲天然气业为你的手里，搁手倒转。师妹，我是真心想要将这股牌留互你，不过我即卖真正受苦中，我对不起你。哼，杨匡泰啊，就是杨匡泰，乌布讲安尼白，嘛是乌布啦。姐，我点到感觉，你刚才有啥物讲袂出来代志伫咧烦恼？陈导，奇怪，阿英华台车，咱完全路口就无去啊！路口一条尔，咱一定找到因的。你到底是阿爸爸阿乐？你才会相信我？我真正不知道我有可能是安怎改的，会搞出这个无情大囝之手出来？你在从啥？你是阮爸爸在提醒对伊在从啊？什么？姚总，既然你承认我是你的爸爸，安尼爸爸就拜托你，该先就放我走。你阿爸爸做啥？爸爸拢答应你，安尼好无？走，爸爸这世人也阁唔捌甲咱哀求过，爸爸只嘛拜托你，爸，我嘛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咧思念圣兄的时阵，你嘛半淡薄仔心过来我这边，我不管是拢咧想要安怎互你欢喜，也毋过自从圣兄出现了后，你的心肝拢叫霸占去。你敢知我心内有偌艰苦？爸爸知影，
我知影，你知影我可无关心你。爸爸即摆甲你害死咧。爸，你唔通安尼啊！你安尼我心内袂起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心肠比我搁较有侪条。又唔过囝搁较孬，莫嘛是家己个啊。我要生的只是，我希望你会当分担薄仔的心过来我这边。安尼我敢讲唔对哟？表叔。 爸爸已经甲你害死了啊！你叫爸爸到底是要安怎做，你才会接受？爸，就是因为你知影唔对，所以我更加相信心中在你心目中的地位，既然已经占据你所有的爱，爸，请你原谅我。亚总，你要先收下，我要给伊消息。 永远万消息，特别这世间。你看清楚，伊是虾米人？伊是你的亲大兄呢？伊身躯伫流血，甲你烧，甲你知无？我知，我虾米拢知。我知影，只要伊永远消息，阮爸爸才有可能回心转意。 我讲过，我永远袂甲尤光台上，你唔免烦恼有人来抢你的爸爸。我唔知你是咧假空，还是咧甲我装傻。你应该知影，问题唔是出在你身上，是阮爸爸，因为伊一定唔愿放弃，唔愿放弃伊对伊的认同，敢是咧？哼，我是唔是真了解你，爸？表叔。 你即摆是咧乌白讲啥咧哈？你莫阁解释啊！我即摆干那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无公平啊！我袂甲别人攻击一个爸爸，你是我一人的爸爸，不是林志雄的。小子！ 有人来啊！走啦！爸，好啦，走啦！走啦！叫你莫死，叫你莫死！哈！我实在看到遐尔侪年，头一届哦，看到伊迄款表情啊！对啊，我咧想伊可能哦。 真正拄着真大的困难呐！谢总，阿彪，阿彪，你拄则电话中甲我讲，杨光大要来讨回让渡书这层代志，我阁一直找无上枪，联络袂着，这两层代志是不是有关系啊？先别着急啦，阿聪大哥，这两天哦已经去约康台啊啦，哦。喂，哎，聪大，安怎？真实的？ 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哦。谁不呢？是关心什么代志啊？是不是姓钟出代志啊？是姓钟啊，是空台啦，去后姚总开枪，拍动凶啊。姚总开枪啊！姓钟，住院不公，需要用空台。 需要你爸爸的健保卡，还佮有身份证资料。我唔知，我啥物拢唔知。你加来之前，我根本无感觉伊甲我有任何的关系。爸，爸，爸，今麦空谈哪哈？等你急救。聪达，啊，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
我甲静安赶到位的时阵，有听到枪声。迄个时阵，杨孔泰已经倒伫信忠的身躯顶了。是杨总开的枪。爸，佩华姨，咱就要赶紧报警啦！袂用报警。信忠，姚总会做出这种忘年爸爸的代志，伊本来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妈，千万袂当安尼做。信忠，姚总不是调岗，你伤害家己的爸爸。啊，不过恁爸爸受伤，这嘛是事实啊。伊本来是要拍我，也唔过用。伊为了保护我，伊才会丢钱。我有法度了解姚总的心情，请您卖报警，我这个阿伯到这为止，卖让姚总了去怪。我都来有囡啊，你安尼凊彩啊，去当就太去，我来就好啊。没事啦，妈，安那好意思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，我来请，我来请，哈。叫什么？你哦，我都来囡啊，甲我顾好就好啊啦，哈。富美啊，接一下电话咧。哦。喂。真好啊！叫我伊妈妈就听我的，嗯，叫我哦，叫我就卖讲啊，过即马过咧三明情某过袂煞，叫我伊妈妈讲叫我袂用讲啦，伊惊吼你甲杜尚烦恼。是啊，我已经有生两个娃娃啊，嗯，我还好好照顾我家己。你们回来台湾？啊，真的哦？是啥物时阵？好啊好啊，安尼卡姐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哦。嗯，再见奶奶。妈，我爸爸妈妈要来台湾看我。何必啊？你要哪会甲恁爸妈讲哦？乔万甲静某还佫牵拖袂清啦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也无冤枉乔万啊。到时阵吼，我着看伊要安怎甲我妈妈解释。我妈妈上疼我，一定吼会找乔万算账。富美啊，你莫甲代志啊愈不愈大条，到时你也袂收煞啊。那亲家买来安尼真好啊，啊顺煞互亲家看卖咧。啊富美哦，结婚前啊，结婚后啊，吼看是差偌济咧。哎呦，我听到亲家一看到，煞袂认了。我再讲啦，我甲富美因爸爸哦，也是几落十年的朋友啊啦。我会记哦，伊是一个足明理的人啦。啊，怀怀弟弟的代志吼，啊，伊若听单方面的话，安尼嘛无介好啦。姐姐来听听你吼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妈，我听嘛。我想要去寮顶休困。好啦，你去休困啦，啊！爸，我先去休困。小林啊，小花，小花来啊！林卡姐，你看你啊，啊，哦，规个厝的代志啊，拢你咧做啦。啊，人是娶新妇来享福，你是娶新妇哦，你洪太新妇，结果咧，你嫁也嫁啦。哎呦，啊，富贵就有心啦，以后只要平平安安将我的金孙生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乔安啊。我咧看，自从富美有心了后，你妈妈甲伊洪太甲毋是款。我已经分袂清楚，到底啥物人是新妇，啥物人是大家。你妈会急要抱孙啊？这嘛骗人毋捌，就算是古早皇帝你有心，嘛无参像伊遐尼有办。
以前你妈妈有你的时阵，厝内代志啥物嘛拢爱做，只有你这个怣妈妈，才会给富美吃够够。是讲吼，爸，你是想到啥？是讲富美啊，平常时哦，啊，结果咧安尼咧先先先，啊，拄只伊接到伊妈妈电话的时阵哦，吼，规人安尼肿起来。小婉，你有想过这件代志无？这到底富美有心哦，啊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爸，富美伊讲有心，这我冇怀疑过啊。是讲你嘛知影，这查甫人若有心，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，爬起来情形嘛也无同款啦。这为外表是真歹判断啦。搁再讲，妈伊嘛带富美去做过检查，我看应该是真实的啊。一定。哎。哎，老一定，你嘛在哦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是啊。哎，你是你，有啥物代志先？啊，一定，我是想要麻烦你一件代志。我听我朋友讲，慧英伫一间韵律教室咧跳有氧舞蹈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慧英若是甲老师有识识，敢袂使跳鼓一声，看会使算我较熟的无？先去找先。爸，叫我啦，金川啦。对哦，到底唔知啥喏，忘记先去大声安尼。啊，无定就真正互我约着。富美有心是假的，我唔捌听过讲有心的人还佫去跳舞。跳舞？我是跳什么舞啊？爸，是有氧舞蹈。有氧舞蹈，我起来看卖。好，李阿姐，我嘛起来看卖。富美啊，啊，什么代志？怎么声这么大声？妈，你是不是在跳舞啊？啊，拄啊跌倒，啊，才怎么声这么大声？无啦，拄只是物件无小心落去。啊，是什么物件落去啊？妈，叫阮回来。富美，你哪会拢规身躯挂？你是不是在做什么剧烈运动？乔万，哪有可能啊？大伊有心，伊是要做什么运动？拄好是有物件落去啦。啊，你今仔早顿来？好啦，今日是爸，爸伊甲我提示讲，富美要做三种检查，所以我才赶顿来，要陪富美去病院啦。妈，爸伊要去，你要跟我做伙来无？好啊。富美。三更娃娃嘞，咱同我来去啊！嗯，我先来啊。爸，我已经把车开来到门口。啊，你那就等富美啊！富美啊！富美啊！到底是好啊你？爸，我突然间感觉我足戆。啊，那像安尼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永川啊，啊富美哦，今仔日头壳戆，啊无安尼啦，明仔载再去检查啦。无咯，啊难得鸟仔哦，找有人代班，啊明仔载伊就无用啊咧。啊好啦，我着等人家才来啦，嗯。是啦，检查哦，嘛无差这两工啦。好了，哎，啊，富美啊，啊，我看安尼啦，啊，病医卖去啊，咱来话来去庙啊拜拜，啊，啊，保庇咱黄家会当得着好子孙，嗯，无啊，你是讲，迄台拜就是迄石刻啦，迄间庙？对对对，我拜，我嘛无想。哎，富美，去啦，我扶你嘛。咱来去遐拜拜下家官，求神明保庇咱西查埔的缘投，西查埔的水。干那拜拜呢？当然哦，干那拜拜，干那拜拜，干干干，来。
细腻的哈，小婉，哎呀，欢喜哦。好了。奇怪，我哪会感觉小婉跟因爸爸目睭看来看去，好像有什么秘密。总是害我爱袂着，